公司买下一座岛，这样发生在电影里的故事情节，今天它真实的发生了。这家公司就是腾讯。11月29日，腾讯花了85.2亿元购买了一座位于宝安西乡大铲湾上的半岛。不得不说，托尼玛还是财大气粗啊，一出手就是一座岛。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以后的大铲湾腾讯岛啦。根据腾讯方面透露，这座岛不仅仅作为一个办公点，还会打造成为包括会议中心、酒店、科技展览馆、数据及智慧控制中心、产业园区配套宿舍、体育活动中心、公交首末站等在内的城中城哦。想体验这个未来科技城吗？等建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打卡吧。